做人就是辛苦，我知道，没有谁能替谁受煎熬，何必夜里睡不着，唉声叹气，别人命更好。有心在做，谁都看得到，一步一个脚印错不了，何不说说真心话，何不勇敢活一下，善恶终究有回报，我换个微笑。过一天我做一天，清清白白不埋怨，就问心无愧，就算口袋没有钱，过一天就拼一天，开开心心睡得甜，时时刻刻我都心存感谢，过一天我做一天，认认真真不埋怨，我不比别人重要，也不受轻蔑，过一天就爱一天，有情有义有感觉，风风雨雨我都不怕危险，过一天我做一天，认认真真不埋怨，我不比别人重要，也不受轻蔑，过一天就爱一天，有情有义有感觉，条条大路我都昂首阔步，看蓝天。我都昂首阔步，看蓝天。放手的鸭子飞了，到手的姻缘吹了，还是给自己弄吹了，难怪呕死了。老魏啊，啊你这下唔得无理由反对孙山和十万财做囝婿咯？我是干那点么的想不通啦，是不是十万财那遐奇怪，啊都一定爱孙山这腿下面的和伊做囝婿，伊是不是有啥物目的的呀？哎呀，有目的无目的，娶来就知影。啊娶来，啊那好就好，啊那歹的，变当共害死。啊！你无听文武判官的话，以后得七七四十九关嘛，还佫有六七个劫的，无得佮娶这个十亿人是一个劫啊！你莫咧唔捌计法啊！你会知影呢，娶某是冲喜，啊这喜若佮冲落去，凡事就减一劫。你掂唔掂？你佮看，即马孙山病佮遮尼严重，这相思病呢，心病是无药医，所以呢，咱袂用目睭紧紧看死啊！不一定哈，我真不管你安哪想啦，我为着要救伊，一定要安尼做。石员外，妾身这厢有礼啦。请容妾身自我介绍，我呢可是名震大江南北，撮合了成千上万对美满娇，人称气死月老、逼杀红娘的张媒婆。对不起啦。没听过啊？啊，没听过不重要，重要的啊是您福大命大，碰到我这个单身汉的杀手老姑婆的救星。怎么样啊？要不要我买一送一，替你女儿做媒，顺便帮你找个对象呀？你猜得到我要的是什么样的女婿再说吧。哎呀，这简单呐、啊！你考我啊，没有三两三两敢上梁山，对不对啊？你这个脱媒的公子啊，我告诉你，他可是有三大好处。原来是有人托你来的。是啊，哎呀，说到他呀，第一好呢是籍贯好，这个跋山过岭是来可搞。哦，住在很远的外地人。对。第二好是家境好，出来善家村子的老母的阴道，一穷二白人口少。哎，第三好呢是才智好，谁做多一个男阴道。对对对。石员外，那您可明白我在说谁了吧？我想想啊。说的这个人，
哎呀，孙生啊！那个小王八蛋！哎呦，石员外呀、啊，小王八才好呢！哼，怎么好啊？像这样有情有义的人呐、啊，连一世人都免惊也忘恩负义。他不但不能忘恩负义，他还要成人取义。啊，那你不爱信？哟，我要一个爱我女儿爱到死的男人。哦，哎呦，石员外，孙山就是这种人。梁山伯在世，穷得不得了，笨得不得了，痴情得不得了。像这样不得了的女婿啊，你别说打着灯笼，就是点着长明灯，你也找不着呀。真的？哎，真的。恭喜孙公子，贺喜孙公子。嗯，跟干娘回来了。就是。哦，老大起来了。起来吧、哦、刚刚说的话你大概没听见吧？恭喜孙公子，贺喜孙公子。公子，你就快打起精神，好好的梳妆打扮吧。哎，好当石家的女婿，好娶心上人为妻呀、啊。怎么都没有贺客、啊？哎呀，新郎官来了，新郎官来了！快点，新娘啊！新郎新娘就位。花好月又圆，地造好姻缘，新郎新娘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。赖德成，你想做什么？你就是新郎官呐、啊。有些事情呢，我想你是被蒙在鼓里的啊。你看，这是我和石玉莲指腹为婚的婚约，我劝你啊，还是知难而退，不要惹祸上身。我，哎，我讲少年人火气哪里大？这件婚事呢，是由我做媒，人家父母做主，怎么怪也怪不到孙山的头上啊！不错，今天毁约退婚的人是我石万才，你有什么不痛快的，就冲着我来。岳父，小婿都还来不及孝顺你，不要对付的是破坏我们两家婚约的人。本来呢，不知者无罪，现在你已经知道石玉莲是我的未婚妻了，如果你还要娶她的话，那就休怪我对你不客气。这位公子先别动怒，听我说嘛，君子不强人所难，婚姻大事必须要两厢情愿，有一方面不乐意，勉强结合是不会幸福的，所以呢，君子有成人之美。够了，我只问你，你放不放弃？我不放弃。你再说一次。我孙山要娶石玉莲为妻。好，那么呢，我就控以你强占人妻之罪，我们一块到官府评评理。秦师爷，带走。快点，把他带回衙门。是。行吧。赖德成，我要告诉你，我毁约退婚的真相。玉莲。说什么？爷妹，我听说你病了，看你那样子气色不错呀。是因为我还没有发病。就算你得的是肺痨，我对你还是一往情深呢、啊。可惜的是，我得的并非美人病，我得的是。玉莲，来，你别胡说八道。爹，我一定要跟他说。我得的是麻风病。是害死人的麻风病。我发病的时候，我
变得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。你还愿意娶我吗？我愿意。只要是跟我同房的人，都会被我给传染。你不怕吗？我不怕，我不怕。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不后悔。你骗人。对，骗人。大家相信石云说的话吗？我不相信。你为什么不相信？麻风病人一旦被发现，轻者被驱离家园，任其自生自灭；重者被活活烧死，至少要被囚禁致死。石玉莲要是真的罹患麻风病的话，怎么可能在大庭广众面前不顾一切的说出来呢？我说的是真的，快的话，则是十天半个月；慢的话，在两个月之内，一定会发病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我倒相信，他果真盗汉，不是麻风就是肺痨。万一要是麻风，你娶了他，正好转嫁给你。公子，我们要是石家的财，不是人呐、何必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呢？就让孙山这小子娶了他，等病转嫁给他，我们再解除现场的赔礼。孙山，今天呢，我要是用王法对付你的话，那显得我有点胜之不武，所以我决定，我们来个君子之争。喂，到底是在喊名去吗？人家都已经拜堂成亲了，还有什么好争的？哎，洞房都还没洞房，谁是谁的还不知道。只要我用我的诚意，用我的真情来打动爷妹，我相信我可以赢得幸福的。爷妹，既然你坚持说你得了麻风病，善良如你，当然我知道你不愿意连累我，我能够体谅你的心情，所以我愿意等你两个月，但是我是绝对不会放弃的。来人呐，打道回府。回府。巧言令色，难道假面婚姻的话休啊？啊，拜堂就是拜堂啊。娘子啊，我这个部队靠的你还能够拜堂啊？哎呦，你的动作也小啊，实在去不完。你给他调好，调好，调好，来继续拜堂喽。我跟你说，我得了麻风病啊。哎呀，石姑娘，你这一招叫做退敌之气，对不对？哎呀，真是高啊！对对对，拜堂，赶快拜堂。哦，听见没有？拜堂。拜堂，令花，请叫拜堂。令花，令花，夫妻交拜。送入洞房，快快快，走走走，入洞房喽！娘子，来，不啦，别别吵了。哎呦，哎，这是别吵啥啦？过来，啊，来。哦，哎，唔对嘞，人遐两个警察，啊，我就无用，我问过嘞。稍等嘞。哦，我看你的话呢，进攻进攻啊，啊，翘翘人就会搞做些大事，真好头。你已经哦，把那个孙山堵入虎口，你知影无？啊，你搁在欢喜啥？哎呦，老爷，你是在乱讲啥？啥物在乱讲？那石玉莲哦，确实啊得着麻风病啊！哎，你这个有病啊！哎，人石玉莲安尼做是要替孙山解围。好好好，你这头壳有地粗坑嘞哈！啊，戆甲袂变精，啊，人安尼凊彩讲者，你都相信哦？你甲想者啊，如果伊若毋是头壳要找一个转嫁对象？伊着十万财爷家世财势，伊要找到啥物囝婿无？哈、啊！伊是安怎偏偏去找一个又穷又笨的外地人来做囝婿？老的啊，咱人啊，记住歹，就莫甲人烧钱。啊，我毋是甲你讲过啊，伊要找咱那个囝婿，就是要找一个较好嫁婿的。嗯，啊，要找一个较好嫁婿的，伊着无少安尼讲，家己去出面去甲查某去甲人退婚，哈、啊！啊，这代志安尼闹落到底，伊敢会名声尽扫落地？伊有可能有着这代志，往搞到公堂去呢？你讲的是有理啦，你哦做代志拜托啦，唔通安尼糊里糊涂、懵懵懂懂、匆匆忙忙啦，唔捌你都问我对不？啊，家己安尼未输敢那无头苍蝇的，想到三日来咧哭哭撞哭哭撞。我跟你讲哦，孙山这回事件唔是别人造成，都是你啦。喂，你骂你也忝未哈？嘿啦，你熬啦，你巧啦，你成功啦，你老谋深算啦。今日要遐熬吼，代志还未发生之前，你就好讲啊。你现在是在大声啥哈？你是大声啊死叫笑！哎，看你这样，秘书官要配面哦。你也看得出来啊？看啊！
咱不是有讲过，翁仔某若要冤家，手都要先牵的。好，来，看要骂啥做你骂。我若敢骂你，有影哦，阮少年袂晓想啊，头壳咧地粗坑啊，懵懵懂懂，匆匆忙忙，糊里糊涂啊，毋则会嫁你这个无人卖无人爱的张福德。确实有影，我嘛是爱负责任。我这当初的时啊，那无去想着讲，这十亿年那无代无事好好人，阿要去自杀。啊，若毋是去自杀，嘛袂去撞着孙山吼。啊，因两个人嘛袂结下这段不解之缘啊。那呢，是毋是应该互两个成婚？做红宝无要紧，但是吼、哦，暂时嘛互圆房。啊，其他咱就慢慢来安排就好。为滴，查甫人较敖啊，查甫人做主啊。无啦，你去啦。唔系，小太我告你骂。妈，无人敢甲你骂，即摆是要叫你去骂人。我是仙，啊，阮某嘛仙，恩恩爱爱人心酸。我回头再跟你们喝，啊！我问你，你醉了没有？没有，我很清醒啊。我只是喝酒容易脸红，其实我喝的不多。好，那我再问你，你到底相不相信那十亿年他是真的得到麻风病？恩公，这杯我敬你，干杯！如果你跟他做夫妻啊，他会把那病传染给你，你不怕吗？这杯是谢美酒。你到底知不知道这事情有多严重？你娶了十一年，你一定会丧命，连我都救不了你。给我听着，你如果没有跟他进洞房，没有圆房的话，那一切还有转圜的余地啊！你到底清醒没有？我知道玉莲得了马蜂病，也知道我娶了她以后会有什么后果，可是我还知道你对我有多么好，你不用替我担心，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谢谢你，张大哥。好像抱着爹的感觉哦。老婆啊，对不起你，没有把女儿好好照顾好，才让她得了这种病。今天我给她找了这么一个女婿，这也是不得已的事儿。你不会怪我吧？你是大奸党！哎呦，我的妈呀！你是谁啊？我是谁？你都不认得啊？张媒婆。哦。你搞什么东西啊你？石万才，你女儿得了麻风病，你居然瞒着不说，还打着找人转嫁的坏念头。这件事情万一传扬出去，我这个张媒婆一世英名岂不毁在你手上？哎，这张媒婆的本来就要有打听别人底细的本事，你自己搞不清楚状况，你还怪谁啊？我，哦，那你是承认要把麻风病转嫁给孙山喽？啊！承认又怎么样啊？我告诉你，这件婚事不算，我要把孙山给带走。慢！我疯了，我不会让你把他带走的。石万才，你抬头看看你头上有什么？有什么？举头三尺有神明。你的一举一动，判官都会有记录。
的时候，就会赏善罚恶，跟你算总账。嘿嘿，真有神明的话，这笔账也算不到我头上喽。为什么？因为孙山是土地婆指给我的印梦贤婿啊，我的罪啊还有土地婆给我顶着呢。不能这给婆啦，钱重钱重来了啦，什么事情啊？石万才哦，真是存心不良，一清楚跟他说要把你找到麻风病，故意要转嫁到孙山，但这条线是我看的，你说我这个土地婆都要承担呢，这样要怎么办？你是好意，啊，他是恶意，啊，这因果要什么人派，也还不知道，啊，总是啊，有人会看得很清楚。是不是嫌弃我？嫌我家世贫寒，还是嫌我人品不好，还是嫌我比较笨？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怎么会嫌弃你？我感激都来不及。那就好，我们喝交杯酒，喝完早点休息吧。难道你还不明白我说的话吗？你说的每句话我都明白，而且我也相信你啊。那你知不知道我发病之后会变成什么模样？我全身会变成皮肤肉烂，我的眉毛、眼睛、鼻子、嘴巴都会没有，龇牙咧嘴，口齿不清，就是在美若天仙也会变得跟鬼一样。我说的话你听到了吗？你还不害怕？可是我所看到你是这么的美，你叫我怎么怕呢？而且你也不一定会发病啊，就算你发病了也不一定会变成你所说的那个样子啊。我会，不知道我会，你想象一下那个模样是不是很可怕？所以我才要跟你成亲呢。可是那样我就会把病传染给你啊。那你就不会变成那个样子了。变成，就让我变成那个样子吧。你还是跟原来一样，美若天仙，不是很好吗？你不要哭啊，你不要哭，我最怕你伤心，我最怕你难过了。你听我说，我不能够把病带给你。第一，你家里还有高堂老母又师父，你忘了你娘吗？还没忘。第二，马蜂女转嫁根本就是无稽之谈，这么做只会白白害你一起得病，一起送死。这么说我根本帮不上什么忙了。我之所以会跟你成亲，就是为了让我爹安心。你的胎要再做出损人不利己的事情，等我发病了之后，爹亲的计划失败，自然就会放你走了。我不会走的。等我发病了之后，爹亲的计划失败，自然就会放你走了。我不会走的，我已经跟你拜了天地，结为夫妻。就算不能同生共死，也要同甘苦共患难。难道你不怕我发病丑怪的样子吗？
即使是寻常的夫妻，也会渐渐的变老变丑，只是他们天天见面就没有感觉了。同样的道理，你发病也是一天一天的变化，我天天看着你，怎么会害怕呢？我再说一次，今天的婚事，你不必认真。我是认真的，我是认真要和你做夫妻。那也只能做有名无实的夫妻。你能忍受这样的委屈吗？你最好考虑清楚。你一直这么说，难道你不喜欢我吗？我当然喜欢你。既然你喜欢我，那从现在开始，我叫你娘子，你叫我相公好吗？那交杯酒还是要喝。想多喊你几声娘子，娘子，娘子，娘子。小旭跟岳父大人请安。女儿跟爹请安。免礼免礼。宝珠，是你和小姐可以先去用餐，我跟姑爷有话要说。那女儿告退。我是看你这个衣服领子有点怪怪的，我帮你理一理啊。还没有自杀之人，敢问岳父大人有何指教啊？干脆直接问他跟玉莲有没有。昨夜蜂蝶忙采蜜，风雨一夕红满泥。这怎么了？小旭说真话，您可别生气啊。你尽管说。只怕小旭无法继续接下去了。你为什么接不下去？您开头这两句不但平仄不顺，对仗不准，粗俗不文，别说是写情写意啊，就连写实啊都谈不上。如今是八月天，何来蜂蝶采蜜呢？昨儿个没下雨，又如何落红满泥呢？您这叫小旭如何对出下两句啊？我不是要你作诗啊，我换个说法。昨晚洞房花烛夜，鸾凤和鸣，龙虎争霸。哎呀，这么狂野啊！你把我女儿怎么样了？我们做对子跟娘子有什么关系呢？哎呀，我不是叫你做对子，我是说迂鸾倒凤。哦，那我明白了，不是做对子嘛。您说颠鸾倒凤，那我就说凤凰于飞。对对对，凤凰于飞。凤凰于飞我可还接得下去啊。凤凰于飞，飞天入地，地久天长，长生不老，老而不死，死欲速朽，朽朽木不可雕啊。可以说五个字的嘛。哎呀，我挑明了问你，你跟玉莲昨天晚上有没有同房？有啊。那有没有？哎呦，趁我还没气死之前，我先想别的办法弄清楚吧。老爷，宝珠啊，
你看这小姐跟姑爷他们有没有同床共枕啊？老爷，他们在洞房花烛夜的时候我又没在里边，我怎么知道？这没有出现紫砂痣就表示他们没有圆房，这计划没有成功啊，还要得加把劲儿啊。这第一件事啊，先分布厨房啊，每一餐呢都要山珍海味，燕窝鱼翅、龙虾螃蟹、鲍鱼干贝，能吃多少就让他吃多好。老爷，干嘛吃这么多啊？哎，这其一啊，强健体力，助长雄风啊。这其二，哎，他就算再能吃，也有个限度，我都了不起一个月嘛。咱们养个活人替死，就要让他吃饱喝足了，咱们良心才过得去呀。哦，给他吃一个月的山珍海味，来换回老爷的良心。哎呦，你这个臭丫头，少说两句会死啊！厅长，这其二嘛，要营造环境跟气氛，要顺山放眼看去啊，春色无边，风光旖旎呀。体力旺盛啊，三餐吃得太好了，这不活动活动筋骨，夜里根本就手脚发烫睡不着啊。哎呦，擦擦擦啊，我来。姑爷请用啊。谢。这是什么东西，怎么又呛又辣的？哎呀，对不起，我弄错了，这是鹿茸蛇鞭酒。相公，可以休息了。我还不累，我想看点书。哎，我的《诗经》怎么变《素女经》了？这是什么书啊？绘本《金瓶梅》，这一定是画瓶子跟梅花的书了。玉蒲团，这一定是讲佛学的书了。算什么夫妻啊？记不记得我们第一次相见的时候，我紧紧地拥抱着你，我们甚至有了肌肤之亲。现在我们都已经成亲了，我不能碰也不能摸你，我甚至不能抱着你。不管什么麻风病、隔床障，我再也不让任何东西阻止我们的夫妻之情。我要和你做真正的夫妻。不想，我是走脱非人，
如果你认为这么做才叫做真正的夫妻的话，那我想我们在何谓夫妻的认知上已经产生了很大的距离。夫妻本是同心异，不能结合算什么夫妻呢？肌肤之亲只是夫妻相处上的一部分，会随着年老体弱而失去能力，只有心灵的契合才能超越岁月，超越距离，甚至超越生死，那样才叫做一辈子的夫妻，甚至是生生世世的夫妻。可是我每天看着你，我满怀的爱意无法表达，我的胸膛好像要胀破了一样。我又何尝不是？可是只要我们一结合，我就会把你害死。我甘愿，我心甘情愿的。好，那我再换一个说法，如果我们异地而处，你会情愿因此还让我付出生命的代价吗？你也不会愿意的，对不对？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你觉得你可以勉强我吗？你这样做，叫做爱护我、怜惜我的人吗？娘子，是我不好，我不应该为了一时的冲动而没有替你着想。我以后不会再犯你，请你原谅我好吗？该受原谅的人应该是我，这一切对你来说都太不公平了。谁会愿意娶一个不能生、不能养的麻风女为妻？你对我的深恩厚义，我只有来生再报。来生，要是有来生，就让我当女人，你来做男人，我嫁给你，让生孩子的痛、奶孩子的辛苦由我来承担。你流血了。我最怕血。血。相公。相公。啊他还怒容蛇鞭酒动作得了你那边干嘛老皮灰。老皮灰是个不要紧，熊家那个孙山还没染上麻风就先中风了。干爹干娘，你们不要再耗了，再这样下去我老公会有生命危险的。那就凭良心讲哦，这孙山这个人用功正人君子啊。石玉莲这查某囡仔嘛袂歹，因两个真正是天生一对啊。哦，你今晚讲因两个是天生一对啊？你之前谁那个阿妈跟你们吵头？我跟你讲，我这哦叫做歪打也能正着。哈哈哈，搞啦搞啦，你只要说车眉鸡买去剁掉糖啦。两个人拢袂歹，啊，这好人哦，那遐紧死哦，都真怕算啊嘞。哎呦，干爹干娘，拜托你们先帮我老哥解围好不好啊？我看哦，我们先去看看他，再想办法。那人心直口快，成亲当天得罪了员外，请员外包涵。妾身失礼了。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我不记隔夜仇的。大爷，姑爷来了。岳父大人，张大哥，大嫂。没有晚饭。没有啊。公子，你这儿是怎么了？哦，刚才在外头给蚊子叮了，挺痒的，所以顺手抓抓。嘎子。啊，新郎官，我们可不可以去看看新娘子啊？哦，有请。你说紫砂痣？
可以证明麻风转嫁成功。听说是这样的，如果被转嫁的人呢，那紫砂痣会先出现在脖子上。哦，难怪，难怪岳父大人一直在看我的脖子，原来就是要知道我是不是已经被感染。对，哎，你说啊，这个是我用多种染料精心调配而成的紫砂泥。我跟你讲，我给你涂上了以后呢，你岳父啊，哎，那么就不会算计你，天天给你进补，你也就逃过一劫喽。我是仙，咋回事？最洗脑心。这个是我用多种染料精心调配而成的紫砂泥。我跟你讲，我给你涂上了以后呢，你岳父啊，哎，那么就不会算计你，天天给你进补，你也就逃过一劫喽。我到外头去看着，没用去吧。好，来来来，先生，把你衣服拉下来一点。张大嫂，哎，这个涂上去洗得掉吗？水洗不会掉，出汗也不会掉，除非用皂角。啊、有没有受骗呢？哎，公子，公子，我看呢、啊，你是受骗了。对，你瞧，这小子养得又白又壮，不像让麻风病感染的事。哎呦，你要怎么跟我交代啊？我可是诚心诚意的要娶你女儿，我恭恭敬敬的叫你岳父啊，你给我摆这个乌龙，说什么你女儿得了什么麻风病，你是诚心骗我呀？你真的骗得我好惨，你知不知道啊？你贤侄啊，我是不想害你啊。嗯，你说隔两个月再过来看，这如今不过才一个月嘛，快了。什么快了？快看到了。我是看到了，你看的样子哪像有病，而且还比上个月还壮，壮像头牛。你要看，我给你看好了。哎呦，这小子知道。呀，胎记啊，紫色胎记嘛，这有什么看到的？这，我老实告诉你好了，我娘子确实是有麻风病，只是晚生得天独厚，百毒不侵啊，即使受到了感染，依然活蹦乱跳，像没事一样。真的吗？不，是时候没到，还没发作。孙兄啊，果然是不同凡响，小弟佩服啊。可否请孙兄到舍下一叙？小弟呢，月备酒菜，把酒言欢呐、啊。不必看我，你要去就去。那就恭敬不如从命。嘿，请。怎么能忘却心伤？你想。